怎么跪了一个时辰便跪不住了？臣妾不敢。令妃，借你的耳朵听听，这弹的是什么曲子？是昆曲的《惊梦》。嗯，听说你最近在学唱《牡丹亭》。臣妾只是闲来无事学着玩罢了。不急着邀宠，反而闲下心来了，不像你的性子呀。臣妾无能，不能得皇上宠爱。你无能？你的能耐可是无人能比呢，淑妃和十二个的命都折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无能？太后恕罪，臣妾不敢呀。不敢？淑妃临死前问起了坐胎药一事，这坐胎药里的古怪，皇帝知，齐汝知，哀家悄悄知道。淑妃这突然问起，自然不是从咱们嘴里说出去的。令主，您曾偷偷学了淑妃娘娘的坐胎药喝，后来却突然不喝了，自然是知道了其中的古怪。淑妃娘娘见皇上前只在十二个的灵堂上见过一回，除了您还会有谁说出真相呢？太后，臣妾，必是这坐胎药和淑妃的丧子之痛有关，淑妃才会伤心发狂，是吗？臣妾没有，臣妾不敢，臣妾真的什么也没做。傅家，你查出个什么好东西，拿出来让令妃瞧瞧。是。令妃，淑妃有孕的时候你给她吃的东西全在这儿，每日一包，你自己吃下去，哀家就当什么也不知道。令主，您敢给别人吃的东西，怎么自己便不敢吃了呢？令主，您敢给别人吃的东西，怎么自己便不敢吃了呢？吃！太后恕罪，太后恕罪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那你自己说，到底做了些什么？说。臣妾，臣妾一时糊涂，妒忌淑妃有身孕，给她下了会让身体衰弱的药。但是臣妾不是有意也毒害十阿哥的，我只是想让淑妃容貌受损，不得皇上宠爱罢了。那江雨斌赶回来为淑妃医治，中途因病耽搁了，也是你做的手脚了？是。是臣妾买通了一城，给他下了腹泻的药。这么好的心思谋算，哀家在宫里这么些年
算是碰上一个厉害的。皇后娘娘召见令妃。荣姑姑，我们主被太后娘娘唤去了。太后如此在意淑妃，无非是因为淑妃才貌双全，能为太后办事。但淑妃吃亏在，她是太后明着举荐，皇上难免介怀。不如由臣妾奉太后心意，暗中行事。你？淑妃太过痴心，禁不住臣妾几句言语便自戕，心智不坚，不能成事。这种废子也枉费了太后的心血调教。淑妃是废子，那你是什么？臣妾对皇上也有心，但不会像淑妃一样付出全部真心不能自拔。淑妃深陷其中，又怎能对太后全心全意呢？唉，在这宫中，你可以有野心，可以有假意，但绝不能拿出全部真心，否则便是自寻死路。太后教导，臣妾铭记于心。太后肯教臣妾这些，定是允了臣妾为太后效犬马之劳。你有七巧玲珑心，哀家怎敢用你？太后您经历了三朝，什么事儿没经过呀？臣妾毫无家世，能为您所用，替您办事，是臣妾的荣幸。既要哀家饶恕了你，还要以后保全你，还美其名曰替哀家办事。皇后娘娘召见令妃。臣妾再伶俐，生死荣辱也在太后一念之间。若太后能成全，臣妾粉身碎骨以报。太后，皇后娘娘打发了荣姑姑，急着寻令妃娘娘呢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一定是皇后娘娘发现什么了。自己做的事，这便怕了？臣妾求太后庇护，臣妾甘受太后驱使，以报大恩呢。太后，皇后定是知道，淑妃死前在十阿哥的灵堂见过你。这样吧，你不必死，但也不能逃了活罪，不然皇后那关也难过。淑妃百日祭礼之前，让皇后身边的容佩每日到你宫中掌嘴十下，以平皇后的疑心和怒火。让皇后饶过你这回，咱们再说以后的事。太后罚臣妾，就是求臣妾。臣妾谢过太后。